要葡萄怎么可以没有啤酒呢？对啊 ，OK， 那我们来喝啤酒。啤酒来啦！噔噔噔噔。欢迎大家收看《乔林日志》。不豆 North 的一间就是很特别的 coffee， 叫做 Foliage Coffee， 然后它的 logo 在我的后面。那我们今天会点一个 special 的 side dish， 它是 truffle fry， 就是松露薯条，然后还有 salmon pasta， 它是19块钱，然后松露薯条是12块。那我们今天另外我们还会再点一个，是因为它这家店会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蜂蜜很有名，所以我们会点它蜂蜜相关的水相关的饮料在里面，像是 Honey Lemon Apple Mint， 会点这一个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啤酒，我们也会点。那我们等上菜咯。点心来了，这也是还蛮有名的点心，它是蓝莓塔，对。然后这个网络上部落都有看过，它这个很畅销哦。然后常常它这是数量有限的，然后有的时候都卖光光。然后这个是提拉米苏，它里面有 coffee base， 它里面有 alcohol， 对。然后它这里现在呢点两个 cake， 两个 dessert， 然后 second one have a half price， 就第二个有半价。开吃啦 ，Blue Baby 切啦 ，Blue Baby 讲讲。嗯，很好吃。它蓝莓 blueberry 是新鲜的，然后它卡下面很扎实很松软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就是 blueberry 的 base。首先我们有我们的那个 apple vinegar honey， 不说你的那个或许 facial problem， 还有那个便秘问题，所以你可以咬一下你的 honey。那我们这是我们的 lemon honey， 是不符合我们的 vitamin C。lemon honey。对，可以两个放在一起。这是我们的 butterfly kitty，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颜色会从蓝色变成那个亮红色。对，然后他们开始接着聊天。我们的 chia seed 也是帮助你的消化问题啊、便秘那些都可以。 chia seed 中文是奇亚籽，对，然后你可以喝了你的苹果水。耶，谢谢。果蜂蜜醋好漂亮哦，整个是紫色的，它刚加蜂蜜下去是从蓝色变紫色，然后里面还有奇亚籽在里面，喝喝看。它蜂蜜味道里面有醋的味道，它淡淡的醋酸味，所以还有蜂蜜的香气在里面。然后它奇亚籽有喝到，所以它的嚼劲是很好的。然后这两个蜂蜜其实很特别哦，它是特别的蜂蜜，它说一个是固气管，然后一个是固肠胃道。这很推荐，这个1到10分我会给8.5分，算中高分。
来尝鲜看看。嘿嘿，我们的烟熏鲑鱼 pasta 来咯，很漂亮。它面上面是那个青酱，然后它有撒一些 cheese 在里面，然后它里面还有番茄在里面。开吃，先吃它第一口烟熏鲑鱼。味道不是很重的烟熏鲑鱼那种，所以应该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。那我们再吃 pasta， 先吃一口。它 pasta 是用长的细面，然后它是水煮之后再淋酱。然后面体的部分有一点干，我说实在的有一点干，然后不过它青酱感觉很湿润，然后那个橄榄油加去会很滋润，可是面的本体是干的，它是靠外面那个酱让它湿润在里面。然后烟熏鲑鱼的味道没有太入味，然后它还有一点松露的油在里面，对，这是吃得出来。然后番茄还不错，还蛮新鲜的。番茄它是偏热，所以它可以见得它是有在配里面有里面过。这个我大概给八分，如果喜欢吃 truffle oil 的话，大概会给9分到9.5。这个也蛮推的，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哦。第一，这个是松露薯条，它上面还撒一些海苔粉在里面哦。OK， 我们来吃吃看，这是松露薯条哦，很香哎！哎，这个粗细超超好。这个粗细刚刚好，而且它是比麦当劳好吃。这个很推，这个很推。我这个大概会给9分 ，truffle fries， 大家可以尝鲜。有薯条怎么可以没有啤酒呢？对啊 ，OK， 那我们来喝啤酒。啤酒来啦！噔噔噔噔。好，我们来开啤酒。它泡泡好漂亮哦，这是他们店里推荐的啤酒哦。它这啤酒不会很苦哎，是我可以接受的，还蛮好喝的。Ice Moon， 好，这个啤酒我第一次喝啊，所以接受度还蛮高的，所以以啤酒来讲，我会给9分。好，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这个，它的提拉米苏。它里面长这样，很可爱，吃吃看。它是里面有一个咖啡底在里面，我们吃吃看。好，先吃一口。很好吃，它里面那个咖啡酒的味道有淡淡的，然后它巧克力味道还蛮重的，然后它是偏软的提拉米苏，对，它不是有嚼劲那种提拉米苏。
然后它这个蛋打的还蛮蓬蛮松软的，对，这蛋打的还蛮蓬蛮松软的，嗯，然后是整个很滋润，然后吃进去你嘴巴是那种奶香味跟咖啡酒精味道很重，充满你整个口腔。嗯，然后这个跟刚刚那个蛋糕一样，是8块钱，然后是现在是第二件半价，所以这个的话是4块，很好吃，我一个人可以把它吃完它。嗯，这个很推哦，给分数我会给9.5分，大家参考看看哦。来这边呢，你如果你扫这个 QR code， 然后加入你的他这边的 member， 那就有 free 的 ice cream 哦。然后只有这四种可以选。然后我今天是选 milk tea， 嗯，算 milk tea 哦，洗手。milk tea， yeah， thank you， 嘿嘿，打卡打卡。它这个 milk tea 的冰淇淋，它 milk tea 有那种港奶的味道，很好吃哎！光这冰淇淋我给9.5分哦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